的，这股数不蛮多。当然，这个公司会给你一些股票，但是都是我也不知道，对吧？你在市场上也可以买，怎么买到十五？一千五、两千五？但是公司有可能20 million 的股票，你那个太少了。那么你要真想做一个就比较多的share， 就是真要有多的 share 的公司，你必须是一个开创公司、创建公司，那么可能会。我们那时候也在想，只是还没有机会。我觉得作为 director 有几点那个，我觉得要做，就是你要有 good relationship with boss， and also your subordinate， 就是说你不仅要跟这个老板有很好的关系，因为提升他，提升你就是他的，就是全靠他这个，他要提升你，但是那是不够的。你的这个手下的人的话呢，你也有必须要有很好的关系，因为他们会告状的。你做多好，他会去到那里告状。如果他。